我希望今天晚上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你。为什么？三年的离别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没想到老天爷在这个时候把你送给了我，也只能说，苦命的女子。 也有两天开心的日子可以过，可以卸下假面具，做回真正的自己。这也是我最真心想要做的奉献。女王，不要，你不要叫，我不会接受的。你是不是嫌弃我已经残花败柳？ 被这么多男人糟蹋过，你根本看不起我。不是啊，梨花，你是因为同情我才这么做的。我不要你的同情，把你的怜悯收回去。不是，我希望我们是在你为我穿上结婚礼服的那一天。梨花，最神圣的承诺就是婚约的海誓山盟。 在所有的事情解决之后，能够在太阳跟月亮的见证之下娶你为妻。娶我？我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敢娶我？一个女人的圣洁，是来自于她的心灵。 在任何地方，天涯海角，阴曹地府，我都会把这一刻你说的话藏在心里，任何人都抢不走。王子，谢谢你。 王子的好，请你们送我去一个地方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关关，我坐在里面，我要进去了。 梨花，你还是要回去那个老大那边呢。回去转告王子，庆幸公主的梦已经碎了，她只能选择哭泣。你知不知道你的选择会有多伤王子的心呢？你们请回吧，谢谢。
哈哈哈哈。